考虑。好，你们呢果然是分贝加速的成员，这样我就可以放心的把分贝岛交给你们了。预祝你们演出成功，音乐会举办成功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小组管家。我们导演组也经过了管家的允许，并且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准备的收官舞台是三场舞台当中最豪华的啊，这是你们大概的舞台效果图。那你看看，那你看看，哎，最后一个舞台的主题是唱给你听，要得到这个舞台，你们要在岛上完成不同的任务，每个任务就代表的这些活动的板块，也就是舞台的设备。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就会拆掉相应的舞台设备。哦，啊，在这里我们刚刚一个阶段有一个小小的彩蛋要告诉大家，五位嘉宾分别评价一下你们这些画画的自己怎么样吧。我这个吧，就是你能接受，就头发过于稀疏，稍微可以浓密一点，我感觉。远哥，那法令纹怎么看？真的是，我哪有法令纹？我没有。事情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不会画画？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不太喜欢我们的男人。嗯，对，谁呀？到底是？不会就在我们这里面吧？也能接受，就头发过于稀疏，就稍微可以浓密一点，我感觉。远哥，那法令纹怎么看？真的是，我哪有法令纹？我没有。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不太喜欢我们的男人。嗯，对，